大家好，很深刻，我已经来到青海了。青海一个朋友要求我一个拿大木，我今天到了，走了三天。哎呀，这个农村有资源的，把土包肉啥都拿了吧？都拿了，都拿了哥。哎，好。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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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村儿。我们是市长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好，这个是我们黄兰州工信局的徐局长。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欢迎何主任。好，欢迎，好，欢迎。刘老师，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，我们所在这个地方是古城了，全青海就有这么一家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就是这里的村人。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古城啊，因为您的到来，更加的意义深远。人家妈是河南现在比较独特的包子哦，我以为是肚包肉呢。对，欧拉羊，欧拉羊，雪多牦牛，吃牦牛肉，吃欧拉羊肉。这个羊是个土不小呢，我们这个叫手抓羊肉，对，是吧？手抓羊肉，我们是手抓羊肉，手抓羊肉，手抓和手抓一样，一样是一个道理。